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碧曲鸭子。画面上就是鸭子传说二弹的最后一张拼图，五星火焰鸟，真的是帅到掉渣啊！那因为呢，鸭子在 GO 里面呢，刚好也是红队，这一只呢是本命鸟，没想到居然是最后一张才捕捉的，有机会再把它带出去使用看看。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恭喜画面上这两位观众抽中了上一支影片的奖品，再麻烦进入到鸭子的粉丝团跟我联络。好嘞，那这几天呢，鸭子一样有时间会去巡巡台，看看能不能遭遇到从未遇过的三神鸟，结果居然是遇到了它。已经顺利的收到了啊 ，OK， 没想到我们幸运的马上先遭遇到了四星的马纳菲，这是鸭子跟朋友用换的啊，换到的。那今天看能不能把它打下来，如果能打下来的话，一样把它抽给观众。所以最近的话呢，等到它在登场之前，我们都是尽量啊。机会就出来外面寻个台子，然后解解手痒啊，打个卡这样就好了，恢复我们六道模式吧。但最近啊，如果有想要打卡的朋友，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疫情的比较严重啊，所以请大家注意哈，没有打下来，没能顺利捕捉。哎呦，还有三星皮卡丘哎，马纳菲水系的哈，我们没有带电系的卡片。要是用这个近身战。超级进化！那这几天要是在巡海的时候，也是希望啊，看能不能遇到三神鸟啊。毕竟这真的是要是这一弹哦，唯一没有打到的三只角色，它的遗憾程度就大概跟四弹的奈克洛兹玛是一样的。四弹的时候鸭子也没有打到奈克洛兹玛。哎呦，皮卡丘暴毙啦！糟了，马纳菲的潜水要来了，20点，应该还顶得住吧？非常可爱，感觉是被他打到，好像是还蛮舒服的哈，因为算是被水冲到。好，结果按到10点近身战，这是第一次哦。这一张的话是跟朋友交换到的，也是我们用莱西拉姆跟杰克罗姆跟他换到的组合这样。差一点点，也是还蛮漂亮的。就问他单脚一直站着累不累？很生可爱嘛哈，单脚一直站着。50点，完蛋，他又按到逃跑了。这只马纳菲很会潜水哦。走 ，OK， 不意外了哈。哎，会不会第一场就没打过？对手的攻击，超梦两次失误啊，比较可惜。瞄准红色的，鸭子按到逃跑，希望两个耶。不要急中，拜托，失误。左边失误，我们的超梦居然被处理掉了，照哪里比？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红色的。20点，可以。寄生战斗画也不错，可以啦。左边四星马纳菲，右边三星皮卡丘。需要马纳菲的朋友把力量寄给鸭仔，就是这一道吗？让他下卡抽给观众。哎呦，是超级球！超级球！今天有这么幸运吗？一下喽，两下喽。有了！哇塞！来哦，有需要马纳菲的请留言，我需要马纳菲就能参加抽奖啦。不错哎，蛮幸运的，干净利落，我喜欢像这样子的宝可梦。也希望他能遇到珍惜他的主人，还有有缘人啊哈。OK， 记得留言哦，我需要马纳菲。不知道是插还是歪。拿下来就知道了。
我以为会直接炒喷，打刚弄那醉冰棒，拿下月桂叶好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张月桂叶，四星喷火龙，一星一路有交换的机会哦。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打得漂亮一点啊！迅速的、速速的把他们两只给击落。我们派出的是超梦 Y 跟虎帕。近身击破。超级超级进化机会，抓准时机按下按钮。太成功啦！35点。然后一步一发倒地，剩下我们的喷火龙还剩1/3的血量。鸭贼，鸭贼按到10点，完蛋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剩下1/3的血量，有机会吧 ？OK， 四星喷火龙顺利击败，来，大家把力量借给鸭子啊！有需要喷火龙的玩家把力量借给鸭子，好吧？我们等一下这只抓下来也是一样抽给观众啊！来了，乾坤大，好了，太中二了。各位，今天请叫我超级球大师，有吗？一下了，两下，三有了，没事，在调皮啊，喷火龙，交换机会，大说，你是不是也迫不及待要跟我见面啦？我看得出来哦，因为我很久没来打卡了，你一定也很想我，是吧？被在这机台里面关太久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拿出你的好东西吧。哎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哇。其实我是想跟你换一个红红的东西，它叫做喷火龙啊。你给我一个蓝蓝的东西。大家，这是今天的第4道而已。1, 2, 3, 4，对，我们的第四道。一星锦鲤龟啊，感谢我们大叔的礼物啊，好开心哦！刚刚的话应该是喷火龙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啊，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我在里面啊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打我。哦，皮卡丘哎，可以，这是咱们今天的第5道。等一下如果再顺利的下卡一张的话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啊。我们的6道仙人模式开启，对面按到逃跑。回避率很高的一只暴飞龙吗？哦，好像没有哎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大家，我们又要一级下卡了啊！咣咣咣咣！有啦，左边3星暴飞龙，右边4星混灰龙，双龙啦哈。大家有需要喷火龙的，麻烦把力量借给我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这边，左边。哦，高级球！左边暴飞龙，3星的啊，这是3星而已。最右边的话比较重要，是我们的4星喷火龙。这只抓下来，抽给观众好不好？2个，3了，有了吗？有了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有！太幸运了吧！今天我们玩了6道，就抓了2只4星哎。好，来开猜一下了哈。那这边给大家猜猜看啊，鸭子就不揭晓答案了。请问它是超梦哎？请问它是喷火龙 X 还是喷火龙 Y？ 那到时候呢，这张卡就抽给猜中的那群观众里面，鸭子会抽出一位观众啊，送给他。好的，觉得有可能是喷火龙 X 就留喷火龙 X， 那如果你觉得是喷火龙 Y 就留喷火龙 Y， 就可以参加抽奖啊，到时候再揭晓答案。